你喜欢我？什么叫我喜欢你？是你先喜欢我的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那你跟你奶奶说，我是你老公，还在小本本上记录了我所有的喜好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？那是我奶奶认错了，而且我那小本本上记的都是工作信息，我不仅记了你的，我还记了王总、张总、李总。放弃，你不是喜欢男的吗？那是我为了拒绝你想的说辞。我用得着你拒绝我吗？自恋。你敢说你不喜欢我？所以你怎么想？明明就喜欢我，还不承认。霍总，那你喜欢人家吗？我当然不喜欢。我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，不是他那种一天到晚叽叽喳喳。霍总，觉得他喜欢你的前提是你先对人家动了心，所以明明就是你喜欢人家宋诗宁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单恋宋诗宁？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！我给你俩带了饭，先吃点吧。这不是那天霍总让我给夫人准备的礼物之一吗？